Welcome to Rokamoto， 我想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那段法语。现在我把车停在这个半山腰上，哇塞，这场景全油吧，这是，哇塞，太神奇了。哇靠！你看远处的山崖上的这个小镇、古城，还有下面这条公路。现在我沿着路走过去，走到那个圣域那里，就是那个峭壁城堡那边。谷歌地图显示走路16分钟，看着这么远的地方，16分钟终于能走过去。我晕了，他是打算让我穿过这片墓园吗？还真是。你们好，你们好，愿你们安息。其实他们这边的墓地修得很漂亮的，一点也不会很阴森，关键是出不去啊。从这条路走就可以了，十几分钟能走过去。如果开车的话，要经过这峭壁公路绕来绕去，也要开八分钟。对面那个峭壁城堡上面呢，那个才是罗卡马杜。然后呢，这个小镇呢，应该叫 La Hospitalet， 隔着一个小山谷，走过去也挺方便的。所以，我的建议，很多人的建议是不要住在罗卡马杜，就是住在这个旁边这个小村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来到一个山崖的旁边，下面是峭壁公路，那边就是罗卡马杜。那这里还有一条公路，一般来说如果从南面过来的话，就沿着这条公路。近在咫尺的感觉，几百米的样子吧。下面那些地方呢，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圣域，英文应该是 sanctuaries。你看下面很多修道院呐、修道院、寺院、神殿之类的，然后最上面有这么一个，反正就一连串的吧。其实可以从下面一直走上来，下面也很多商店，不过我不一定有力气下去，而且据说下面的商店挺宰人的。这里有个简介，我是从这个位置一直走到这里来的。如果要去下面的圣域的话，还得沿这条路这样走下去，走吧。哎呀，运气真好，遇上教堂敲钟了。你们喜欢教堂的钟声吗？这个钟声是，反正是5:30吧，也就是说，这个是它半点的钟声。
这算是我来法国吃的最贵的一餐了吧？大概全部下来估计要30欧吧，30欧以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还没要前菜呢，我觉得没必要了。我要了主菜跟点心，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30多欧了，还有汽水饮，快40欧了。啊，他还送了一盘小菜，主菜挺快就上来了。我要的是一个全熟的牛扒，因为有点拉肚子，我不敢吃半熟的了。其实这所谓全熟，你看这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红，只是不带血而已，所以其实够了。Thank you。味道很好，感觉是牛腩肉，很好啊，入口即化，也没有因为熟所以很嫩。这么热的天气吃个雪糕还是挺合适的。你知道今天最高气温有30度吗？嘿嘿，终于给我碰到一只法国喵了。来法国怎么可以不撸喵呢？你看太可爱了，根本不怕生。哟呵，喵。你们看，我发现了一只什么？看到没有？发现没有？哎呦，一只小猫。一只狗来了。喵。不会咬我吧？真可爱呀！这个小镇真热闹啊！今天的钟声从上面的教堂传下来，理论上沿着这条阶梯一直往上，就可以走到上面的圣域，一直到我刚刚去过的城堡。啊，但不好意思，我现在肯定没这力气再走上去。这种迂回的这个山道，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军事重镇，抵御敌兵。瞧，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刚才站着在那航拍的地方。啊，古代的时候，君王在这就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视角。行了，往回走了，可以了，我都走到很远了。再会了，罗卡马杜。希望有一天我还可以再回到这里来。
玩笑，这些单车真的是下坡下的比我这台车还快，我真追不上他们。据说环法的时候，下坡的时候，这些自行车手的最高时速可以超过100公里，看来真不是开玩笑，真追不上。我现在是60公里，你看，追不上那些单车、自行车。哇塞，影子都见不到，太夸张了。他们的时速应该，前面的这个自行车手还踩呢，还在往前踩呢，不单只是滑呢，这就是牛逼的地方。我还得刹下车，他结果还在往前踩。太牛叉了。嗯，来欧洲碰到第一层雨，这一下雨啊，气温就从30度骤降到16度。考虑到我现在已经要准备回酒店休息了，是一个很小很小，确实是一个很小，但是很干净很舒服，就是这个山下的比利牛斯山下一个小镇的小房子里面，我很满意，而且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我订了2个晚上才96欧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Come on， 听得懂中文吗？这可是个大局耶，那个衡量能承受得住这个大局的重量吗？哎呦，他真的想过来啊，太懵了吧！我叫他几下，他真的过来了，过来吧。哎呀，他换了一根衡量。哇塞，太可爱了吧！喵，你就在这待着吧。嗯，最好还是不要进来吧，不然我怕。我倒没所谓，酒店方我不知道乐不乐意。可惜我没小鱼干，这愚蠢的人类没有小鱼干也好意思叫我过来，于是他就走了。就沿着那些马下来的方向走，哇塞，这太壮观了！这头驴和这些马竟然我过来了，你看主动过来，主动过来，这些驴跟马一家亲哎。那所以刚才那些那么体型那么大，应该是骡子吧？马跟驴生出来的后代就是骡子马。一头驴，这头驴跟马一起玩哦。你看法国真是开放。就连这些动物都懂得，应该是不同种族之间是可以在一起玩的。
这山体真好看呐、灰白色的，然后有一些墨绿色的植被。欧洲这边的山体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比起来美国落基山脉呢，那一带的山呢，山体就偏红。你们都知道红跟绿，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红绿是挺不搭调的。反正我在美国那边走了一脚的烂泥，欧洲就不会。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这样往上，可以到达，应该到那个位置。我当然我刚才用那个上帝视角的无人机也看过了，我就不爬那么远了，加上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比利牛斯山呢、中世纪的时候可是战略要地，很长时间将阿拉伯帝国和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势力划分开来的一个山脉。曾经山的另一头就是阿拉伯帝国的领土，山的这一头天主教徒的领地。历史没有如果啊，如果，但是我还是想说，如果穆斯林守住那一块地的话，现在估计很紧张，这个山口就不是像现在这么悠闲的感觉了。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跟这个穆斯林之间是大家都明白的，我不方便评论太多。干嘛？是在拿圣水洗礼吗？真的是脱得完全脱光光。